戏像啊，戏代表戏像，戏像，口罩，教唆我戴丽飞，教唆我戴丽飞，远走高飞，教唆我，教唆我戴丽飞，远走高飞，千万不要把伞拿过来，我没有伞。导演，您来了。放肆！七夕快乐，我中意你。啊，我真是美炸了！请出潮流，尽在一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子年，我是徐凯。
个烟花的夜空之下对视的这样一个片段，对不对？太有趣的时候，太有趣。那现场能有请一把吗？哦哟，哎，有烟花吗？有花吗？有后期加，想象一下是吗？想象一下流星雨。来，我们深情对视一下，烟花下的那个夜空。你们坐在手上，你们俩对望这么久，就应该进展下一步了 ，please。现场有点看点，你这样刚看有什么意思？你说点什么呀？去拍戏啊？复查和能复查？牛皮的复印女孩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景言，吴璎珞。大家好，我是复印的徐凯。少爷。能。少爷把麦给你了。帮你拿着吧，少爷。跟复印女孩们说，不好意思，虐到你们了，让你们难过了。其实不光只是你们遗憾，我们在看剧的时候也替傅恒和璎珞遗憾，对吧？啊，那只有傅恒。就是在剧里，看他表情，就在璎珞的那个阶段遇到傅恒，他是很珍惜的，就是一种初恋，比初恋复杂一点吧。哦，对，毕竟后面你都长胡子了。不喜欢，因为太累了，太痛苦了。就是我是比较看感觉那种，说不好，都挺好，都很熟，都是很好朋友。哼，我也都挺好，我也挺熟，我也是，我也挺看感觉。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玩得很熟，就大家都是很好很好。所以就可能在片场可能会玩一下，开开玩笑啊。那天是拍夜戏，我记得就是排练拍戏就很累了。对。晚上看到一个这么好朋友了，他转到我们这组来拍，就觉得活跃一下气氛。对，在现场就是比较开心。第一，我那时候是新人啊，不太会演戏。第二呢，就是我这个问题跟导演其实聊过很多，就是其实他傅恒是身为一个算是紫禁城的一个保安的头吧，就他说你得很正，傅恒得是个很正的人。以后可以管理一下自己的表情，不要那么丰富。我现在表情比较丰富，而演戏的过程吧，就没有想到太多那个，就是。就注重自己，哎，会不会后面被看到一些，就是接受各种表情包，没想那么多，就比较投入到剧情里面。我觉得都应该说一声谢谢了，就大家说的好话或者是不好的一些言论，我都能接受，因为这样才能使我成长。嗯，你这吉娃娃挺可爱的呀，不像。不像，准狠，可以吧？我这三个字，长春宫一哥，很多有人喜欢，给我深情。就是我的表情包，那锦鲤那个，天地护体，这样，还有个这个。你来吧，我不会粤语。来，我唱一句，你唱一句，好不好？什么来着？这世间难逃的一梦。对，难逃的一梦。不好。这么高的留给我。放弃爱情。是吗？我们俩这两个调。这世间。我们俩再唱一首歌吗？难逃的一梦。我们俩再调是两首歌。
我觉得挺好的，参差不齐的感觉。你觉得呢？再来一次是吗？来，再我上福海。我不要再来一次了，你自己来对吧？对吧？这是你的歌。这是我们的歌。那你唱，你唱，快点。那我唱前两句，你唱后两句。我不会。那我不唱了，那下一个问题吧。我们刚刚那个版本挺好的。谢谢大家收听，刚刚我们很多，谢谢大家收听，刚刚我们合唱，挺好的。新的开场，我们俩调不一样。这个怎么就是？是徐凯，你是如何带入富察傅恒这个角色的呢？因为这个戏中有很多的长辈，少爷这样子得体吗？他会教我传导我一些他们所经历他们所过来的经验，所以我会快捷很多去带进入这种角色。请用哎呀妈呀开头评价一下自己在延禧攻略里的表现。哎呀妈打得太帅了，少爷的脸好像红。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？没有什么疯狂事情，就普普通通的。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减短10厘米，你会选择哪里？哪里都不想吧。还是做不到。一定要选一个呢？就身高吧，那只能选身高了。从小帅到大是什么感受？我没有这种感受，我没有从小帅到大的感受。给自己的颜值打个分。6-7分吧。满分是多少？满分是12分。身材呢？身材3-4分吧。女生的哪些细节会让你眼前一亮？笑起来的时候很灿烂，眼睛像月亮一样。哪些细节会让你眼前一黑？没有什么眼前一黑的吧，就这个倒没有，没想过。生活中有没有收到或者送出比较奇葩的礼物？奇葩的礼物没有收到过，就一般都巧克力这些吧。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了于正老师的团队？因为我之前跟于老师认识很久了，然后我也一直有关注他的作品，然后我就很欣赏他对用心做戏的理念，然后就像我们演戏攻略一样。粉丝发什么样的内容会被你翻牌？发表情图吧，表情包吧。自己有收藏什么表情包吗？自己现在还没有，可能演戏攻略播了之后就会有很多表情包吧。如果和其他男明星合影的话，心机 pose 是什么？就正常合影吧。3个可以迅速让路人 get 到帅点的动作。如果参加偶像练习生的话，觉得自己可以排名到多少呢？应该第一轮就被淘汰了。对粉丝讲一句土味情话。你是哪里人？东北人。不是，你是我的心上人。你们是你们。给大家一个许誓问候，早安和晚安。早安，午安，晚安。最想被谁壁咚？没有想到。如果走进快餐店点好食物，您会选择先吃哪一种？薯条、汉堡、饮料。除了滑板和篮球，还有一抽空就运动，然后健身这样子吧，跑步。我会来张天的
还好都想尝试，但其实更多想尝试很多证据之类的。拍过的角色中挑战最大的是哪个？现在烈火军校的顾彦真吧，因为我前面演的角色都是比较很正派啊，很就是很高冷，就是人很话不多的这种类型，但是顾彦真就是那种很市井很接地气的那种，就是很油啊，很痞啊，很玩世不恭，这种就会比较有点难演。但我唱歌很难听哎，给他唱一首什么歌啊？粤语歌，对镜头唱吗？如果痴痴的等，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。除介意你我这段情，你会花过金加咗一点点距离。如果某天醒来在热搜第一，希望是这个问题吗？我希望是因为我拍的戏。幸运就从天而降。圈内最想合作的女艺人是，目前来说的话，容姐吧。没跟容姐合作过，很想跟她合作。成为明星与以前生活最大的不同是，其实还好，就是没有什么时间休息，就一直在忙，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。拍吧。哎，是不是到我？是谁呀？这么放肆。哎，康公公，等我一下啊！什么样的女生呢？有没有，比如说，哎，哪个影视形象里面，或者是哪个人物是符合你的审美标准的，择偶标准的？还没有遇到。没有，其实就看感觉了，这些不能说特定的说他一定要长得。所以应该不会，所以魏璎珞应该不属于温柔的了。完全不属于吧，魏璎珞脾气很大。所以那个不是你的范围内的。不是，可能是很多人喜欢的，但是我不喜欢那种，不太喜欢那种。哎，你会跟吴谨言讨论这个问题吗？说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不会喜欢你这个人。会啊，我会啊，因为其实魏璎珞很狠的，对，我就不太喜欢这种。那富察姐姐的那样的呢？喜欢啊，她那样是。那么大呢，就是应该自己契合度啊，有，我觉得。我觉得高大伟，富察就富察傅恒，人很阳光，很正直。我觉得他的性格啊，跟我那些都特别像，就是。